秋冬季节到了，您的出门造型是否有追随流行呢？还是目前计划要剪一头温暖的秋冬发型吗？为此，我们今天邀请到专业的发型造型师 Ken 来现场来介绍一下，分享一下最夯的秋冬发型元素。Ken 也带来一位 model 实际的展示，赶快来观摩吧。Hello Ken， 你好。嗨，你好。今天要来讲最流行的秋冬发型。没错。那到底什么是最流行的呢？最流行的，现在我们最流行也是 Bob 的类型的系列，就是那种短短的，在两边斜斜的那种类型的，那种非常的流行哦，在现在可是。可是你要怎么知道我适不适合这样子的发型呢？你适不适合这样？哇，这是很好问题。适合这样的发型的话，要跟你的发型师多沟通了，他们会给你最好的选择，会帮你衬你的脸型、你的发型各方面的去配合衬托，看是不是它最好的效果出来。不过通常都可以通过长短来修饰，这样子。而现在秋冬，我们现在开始最流行的 bob 的类型，就是一些比较开始转为一些比较开始短一点点的 bob。可以突出你的这个 draw line 出来，比较实现型，比较展现出更加个性的那种类型的。所以一般都是短发。一般来讲，最大分别之前是比较长一点的，比较 fin line 这边比较夸张的一些，很有 angle 的，很有斜线性的，像这样子的。然后现在我们新的是比较多一点，是比较平一点点的，来到这边的那种类型的，再衬一下比较厚重的刘海啦，这方面的都是比较流行的发型。嗯，中的刘海很重要哦。有没有分说怎么样子的发色会比较适合这个 bob 的这种发色的话？像比较我们东方人的发色的话，一般来讲比较自然的深色啊、咖啡色啊、红色啊，或者有一点点紫色，也是现在流行的颜色，而且是或者是现在是冬天，秋冬来到了嘛，都比较适合一些比较自然的这些系列，也是为主。嗯，是。那讲到这个秋冬，还是会有很多人会选择留长发，就跟我一样。那这方面你对长发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建议，就是说可以做什么样子的一个造型呢？对，而且现在长头发呢，在发型来讲的话，跟以前有点不一样，也是改变。因为随着我们现在流行的潮流的流行，复古元素非常重要。以前我们都是比较流行在很重、很多很多层次、很多很薄的头发，现在开始比较流行重一点点哦，开始发尾的地方要重一点点、厚一点点，这样子比较实一点的感觉，而且配合上一些比较大的卷，以前都是比较很 tight 的卷、很紧的卷啊，比较小的那种。对，没错，现在开始比较大，一些大的卷，比较有点直直的、浪漫的大卷。也是一些现在很流行的卷度。嗯，那么我们今天呢也看到你带来很多的 accessory， 那我们 Cindy 也在这边等很久了，对，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说什么是比较好看的啦，或者比较硬的这种 accessory 呢？对，这种 head wrap 也是现在很流行的，可以戴在头发上面，非常简单的，就这样绑在上面model 上面就可以，平常出去就是这样子，头发啊，睡醒没有怎么整理哦，一放上去，然后整个形象都突然间变得很有精神，那变得哦很高贵，就可以走出去一两分钟也可以做得到。对，头发发尾绑一绑，放这个 head wrap 上去，这样子应该很多女生都可以。而且比较流行的 style 是一些比较高贵型的黑色的，有一些蝴蝶结的，或者是一些比较复古的花纹的类型的系列啦，也是现在的流行的元素的 head wrap。对，放上去的时候非常有古典味道。嗯，所以现在今年是走比较古典的吗？古典都是比较偏向，一直现在都是偏向比较古典的味道。我们在很多 fashion show 啊上面都可以看到，我们的时装啊上面都可以看到很多古典的味道的服装，他们是符合上面是配合现在现代的 fashion 的融合在一起，变成一种新的味道出来，比较浪漫一点。对，复古的浪漫。嗯，那你要不要实际的跟我们就是做 demo 呢？可以啊。现在我们会做 demo 是会用一些，比如这些也是现在非常流行的元素，还有一些蝴蝶啦，比较闪亮的，一定会是闪亮的，比较可以突出，比较哇 shining bling bling 这样子在外面。好，我们示范一下，带一些普通的 accessories， 还有一些发型，就是说平常自己哇。去 party， 现在秋冬很多 party， Christmas 啊，或者去宴会很多都要去参加，那可以有什么变化呢？这些也是很简单的做法，可能几分钟自己可以出门了，有一个变化这样子。好， Cindy， 我们现在示范一下怎么戴 accessory 和把头发您是要在后面，那我想 Cindy 可以稍微站起来一下，这样我们观众朋友们可以看到后面。来，请转个身，然后您可以弄个头发。好啊，谢谢 Cindy。
我们会从头的后面，你可以拿一个大概45的角度，从这边开始，耳朵后面一直拿到来，过来这边。OK， 然后我们把它绑上去，先把它藏好。然后下面的地方呢，我们就可以用很简单的手法把它卷一卷，把它扭过来这边。谢谢 Cindy。 然后把它夹住在你扭的地方，把它固定好，把它固定住哦。对，然后这样子我们已经看到有一点点个性的味道出来在旁边的地方。 wow,、头发。对，这时候在上面。Cindy 很高哦，很适合做 model。 好， OK， 那我们就需要这边往里面扭一扭，放上去再可以把它松一松一点。哇，非常的漂亮哦！这样子，好，Cindy，请坐回来这边。谢谢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谢谢 Ken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那以上生活的资讯呢，希望对观众朋友有所帮助。如果你还想知道更多环保或者是娱乐流行方面的相关资讯，也欢迎你写信到 mandarin@omnibc.ca， 或者是传真到604-678-3880。节目部会尽量的收求制作您需要的。您需要你想看的内容。最后祝福你每天精神抖擞，下周我们在节目当中再相见，拜拜。